谁从屏幕里看从前，而谁停下期望。那你就还两只手指这样分离开开，夏天尤其是把底妆揉了揉上在脸上，我再给它提亮一下。底妆就用这个小黑砖微微提亮一下吧，它俩一定要搭配使用，效果更强，底妆躺着18个小时都没啥问题。现在呢，我们开始画眉毛。大家五一准备去哪里玩呢？我是准备再趁这个假期再去杭州看一下婚纱，然后可能再去搞一下头发，婚前变美的最后一站了。你就这样按照自己来的就可以。我真的有点喜欢这个眉毛，这个浅色给我们眼睛打底，而今天主色调呢就是用一个这种土橘色，这样比较大面积的在眼皮上晕染。今天的鼻子咱们就打造一个立体3D， 就是要这样少量多次的去给它晕染出来。这妆就是不过分的强调那种精致的感觉，所以说睫毛就夹翘一下就可以了，让眼睛看起来更加有神一点。拍一个比较自然一点的眼头，棕色系的眼影在下至的地方稍微的带一下，卧蚕要画的虚一些，那个膨胀色再提亮一下这个卧蚕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眼头这里，这样给它来上一笔，从面颊扫到颧骨这样衔接一下，鼻头这里也带过一下。口红的话呢，我就薄薄的涂了一点这种比较低饱和的颜色。谁从屏幕里看从前，而谁停下期望门前，犹如事实不需。